这个很干的时候越久要理论上讲，能说它有自然发酵的过程，不是常的发酵。很有意思，这一棵茶树。 长得这棵大树旁边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哇，粘在很贴着长。你看它依然长着那么壮。哇，你原来就知道是有，刚刚碰了。啊，这棵这样子的。应该蛮三片。我不知道，这现在才看见的。你看这个茶树，你看。啊，这棵树应该是南酸枣吧？你看，这棵树应该是南酸枣吧？套着它。是的，是的。你看这个，套着它，哎呀，这个自然界，太神奇了。哪一棵鲜呢？ 肯定是那一棵鲜，大树鲜了。它因为生长的，顶住了它的，干脆靠在这里。也许同一个时间，很难说的，都是幼苗成长。就是它这个就叫自然界相依相亲呢，它不是利害关系，不是利益关系。好，在台湾我们就把它叫做夫妻树了。哦，抱在一起啊，长在一起。那两个还不为什么有这种结论呢？太多了，通通了。台湾有流行一句话，身高不是距离啊，那个年龄不是问题。还有一种就。